もう一度大のバカバカはいな。我们今天上午的座谈会就到这边，刚好十二点。那我们先让两位嘉宾，先进我们的休息室休息。那等一下我们签名是，一点可以进来，然后一点半准时开始。好，那大家刚刚应该都有拿到号码牌，好，那就是按照号码牌签名。那原本我们粉丝团上面就是，说的那个签名办法是先签完，然后在拍照，可是因为昨天跟光月先生他们聊过这个问题，那他们是说他们喜欢就是粉丝签完之后马上跟粉丝一起拍照，他们觉得说可以有就是还可以就是那个感觉好跟那个感动不会跑掉，那他们是说如果签完再来拍，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是那个感动会跑掉，所以他们就是决定维持说签，然后他们就站起来拍，然后拍完签完之后再换下一个，所以可能时间上会比较慢一点，请大家就是多包涵一下。那如果有想要转送给嘉宾的东西，那待会就是你就带着，那轮到你的时候你就顺便给他们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一点或是一点就可以先回来，我们一点半开始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